有港女日前在网上大吐苦水，表示本身想同新公司的同事一起学瑜伽增进感情，但就唔记得事先刮去睇毛，结果举手嘅时候意外露出腋毛。同事见到之后虽然冇讲啲咩啊，但事主就觉得好尴尬，自然真系好想揾窿捐。有网民同楼主有相似嘅经历，纷纷表示同感，亦都有人表示去脱毛啦，一了百了。不过有人就认为露出腋毛都冇咩大不了啊。